千万不要随便跟陌生人玩牌，因为你永远赢不了一个有牌感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这里有一副牌，我只需要瞄一眼去记住这副牌里面任何的一张牌之后，我就可以随意切出我想要去切的牌。没这么厉害。比如说现在我想要尝试一下去切出一张八，你会发现第一张八肯定会出现。那么既然有第一张八，我们可以找出第二张八。不仅如此，第三张八大概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，没错，最后一张八，这个位置。这个牌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呐？啊，不需要任何道具牌了，这些都是普通牌，或者你随便给我说一个数字，从 A 到 K，Q Q 是吧？对 ，Q 的位置 ，OK， 我大概记住它在哪里了。Q 的话是在这里，这是第一张 Q， 第二张 Q。同样的也是随便的去切，因为当你学会了绝对手感之后，你会发现一切就会变得这么简单。这是第三张，还有最后一张，在这里。那么夸张？大家一定要记住哈，越简单的魔术越神奇。